Hello， 宝贝们，我今天把延长全都卸掉了，今天教给你们做一个延长。甲面上首先打磨好之后，往上涂上一层结合剂。结合剂涂完之后，涂上一层底胶，照灯60秒。我甲面比较薄，我又涂上了一层加固胶，加厚一下本甲。然后拿出来甲托，选择适合自己本甲大小的就行了。然后挤上这个延长胶，透明的就可以了。透明的比较好做一点，适合新手宝贝。用个平头笔蘸一点点酒精或者清洁水都可以，清水一定不行的。去摁压这个里面的延长胶，摁压平整在甲托内侧。它的薄厚程度呢，跟甲托差不多薄厚程度，不要涂太厚了，太厚容易折，容易断的，特别薄也不行哈。它跟这个甲托的薄厚程度差不多，然后把它平放到甲面上面，摁压，不要有那个气孔就行了。然后去照灯60秒，照完灯之后取下甲托，用一字剪去剪掉多余的，打磨修形。打磨好了之后，擦干净甲面，内侧也要去擦一下。往上涂上结合剂，涂上底胶就可以开始做款式了。延长做好了之后呢，可以重复去用的。一会儿我再去给。